虽不好，因重赞美。今次是比较特别的一只歌来的，本身是想着今年出一只快歌的，咁都亦都 plan 话系计蒙着嘴之后出嘅快歌，咁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，我哋就会推迟到下年先再出。出到两年以嚟，好似都未真系出一只好慢，而且都好讲自己嘅歌。所以之前嘅歌都系比较抒情啊，有啲爱情嘅因素入边嘅。咁但系今次呢一只歌就系讲话，孤独呢两个主题咁样，系啦，咁就。是真的是一个很以前未尝试过的一种慢歌的风格。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，很想问为何难过，很想呼救，情绪极度无措，是孤独还是失望，还是被世界折磨，假使我仍未够好，你不要太歌词方面 ，Eric 都有听我的意见，因为他觉得今次呢一只歌都想讲我自己的嘢比较多。在歌词方面就俾了很多意见，阿填词人陈伟轩先生嘅。跟住编曲方面的话，我哋都倾了很耐先至实行。系林永康负责作曲嘅，嗰一次去合作，一起吹萨克斯风，一起唱歌，嗰一次是我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。因为嗰一次嘅机缘巧合，我哋就又开始联络，我都好荣幸。林永康前辈帮我可以写一只咁好嘅歌。才是胜利，超出那角落里。我会唱好只歌先，因为大家对我嘅。无论唱功或者咬字都到依家都未话好认同，所以我唔会搞住其他嘢，可能专心喺唱歌度。最好嘅方法我谂都系真系听多啲歌，尤其是听多啲广东歌，听好多其他唔同嘅歌手嘅咬字嘅方法咁样，跟住从中去搵一个适合自己嘅方法。今次呢只歌嘅咬字系会稍微好啲，因为。都合同 Eric 合作咗兩年，佢亦都慢慢越嚟越了解我咬字有邊啲問題，我自己都好了解自己嘅問題，所以就今次會有改進嘅。遺忘還有我，同樣在那些陰影。今次呢只 MV 嘅構思希望係可以一 shot 過咁樣，我自己嘅諗法嚟，跟住就花姐亦都放心咁樣俾我自己去拍呢一隻 MV。新歌你都有咁好嘅成績，你會唔會再落花車做一啲做互動啊？都希望嘅，蒙著嘴破300嘅時候，可以請我哋嘅老細老生跳我嘅蒙著嘴算我贏，所以大家努力加油。如果想睇我哋老細跳舞就加我哋啊！不過今次呢一隻歌冇話特別有啲咩目標咁樣，純粹希望大家聽到覺得好聽，俾出你哋嘅意見就好好啦。